速的给他拿出来。这一束啊，这一束。来，板妹送大家母亲节礼物，有钱花。豪哥告诉大家，这一束有多少钱？来，这一束有52,000元。看准母亲节档期，超强买气。直播主天后板妹一开始就端钞票花束，长达6小时的直播，体力惊人。14罐胶原蛋白，16,000块，超浮夸。啊，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这样讲？因为我们的系统是直接抓你打最后数字最多的那一个。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只要有需求都能卖。5月9号这天，原定要和王思佳一起卖这款合作的胶原蛋白，却因为假包风波，几天前临时撤换广告封面。各界质疑是不是想急着切割，板妹解释第一时间联系不到王思佳，直播前接到电话合体直播喊咖，没有网友想的复杂，单枪匹马上阵，业绩同样可观。板妹多会卖，据去年11、12月税务申报，她营业额已达3.2亿，但母亲节直播两天就吸引超过300万人观看，破50万则留言，赚近1.5亿。另一位也是直播翘楚，前黑社会美眉马菲斯已成为电商女王。直播生涯第一次，应该是全台吧，应该是全世界吧，我们是第一位。站在这边做直播的，其他国家排场之大，日前把国际精品包总部直接封馆，这一波也是3小时不间断，卖了约9000个包，这回还受邀参与 Met Gala 特展。换上薄纱黑洋装，马菲斯是该品牌本届唯一受邀的台湾嘉宾，也透过 Vlog 和大家分享在当地的点点滴滴。光去年年收12亿，超强带货力如此可观。TVBS 罗昌将军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